白山水带来的不仅是水，而是长白山岁月沉淀的纯净，更带着大自然的天赐祝福。长白山，白山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赛事直播。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著名国手曹大元九段，为大家讲解第23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四局的比赛，是由日本棋手许家元对阵韩国名将朴廷桓。曹老师你好。哎，你好，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盘棋是本届农心杯第一阶段的最后一盘比赛。对。昨天是许家元战胜了我国的先锋00后的小将李维清。李维清是今天坐上了擂主的位置，是但是他的对手好像是稍显意外。对，韩国队是派出了名将朴廷桓九段，因为他一般是作为主将出战。对，一般作为主将。现在假如说稍微退后一点的话，应该也是副帅的位置吧。因为等级分排名第二。对，主将可能会有孙正旭担任。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朴廷桓。对。朴廷桓好像眼睛做了手术之后，有的时候猛一看的时候还有点不太习惯。不适应啊。对，不，因为这个是许家元九段。我们现在还是依然采用的线上的方式。对。三国棋手都是在电脑上进行对局。这个就是许家元九段，他今年已经升到了九段。是今年生的吗？对。啊。97年出生的。朴廷桓是93年，两个人相差四岁。许家元是不是因为拿了日本的头衔升为九段？对，拿了十段战，他现在有头衔。啊。嗯。其实他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拿过这个小棋圣战的头衔，当时是战胜了景山裕泰。啊。也是高光时刻啊，当时的景山是七冠在手。当时第一个被挑下的就是、这个、被挑下的就是许家元，就是小棋圣战、啊、对，所以说也是从18年过后他也开始日渐成熟，最近开始爆发。今年年初他还战胜了景山裕泰，获得了日本阿寒藤山杯的冠军。对，现在日本棋手年轻棋手中我觉得比较靠前的就是许家元、伊力辽和志野虎丸。对，然后都在这次农心杯的阵容里面。啊，都在这阵容。其实这次阵容韩国是出奇的强大。对，等级分、啊、当时是等级分前五。前五的。嗯、啊、对。是。申真旭免选，然后袁胜真的外卡。嗯，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实时的画面，是朴廷桓。那对于这个朴廷桓作为副先锋出战，您怎么看韩国这个排兵布阵？也不算特别意外吧，因为这个假如果实力选手先出场的话、嗯、能够先声夺人也是很不错的。嗯，不过如果早早的败下阵来，这个损失就比较大。正常情况下，因为这个擂台赛的形式吧，嗯，还是就是说，棋力强的排在后面比较好，就是真正的能担当主将的棋手，对，排在后面比较好，嗯、啊，因为，可能很多棋友也都会下军棋吧，你如果一上来司令军长都冲杀在前面的话。很容易大概率会牺牲掉、嗯、就你不小心碰个炸弹对对或者碰个地雷就没有了。所以放在后面比较稳。对，放在后边。因为前面的话它这个擂台赛因为是三国擂台赛，对，是交叉的，交叉下的、嗯。所以说你有的时候你作为主帅的话你可以先做壁上观，可以让他们那两方先自相残杀。对对对。对。嗯。朴廷桓的口罩已经摘下来了，刚才我们看见他的时候还戴着口罩。啊、嗯、是。好，那我们先进入棋局。曹老师，这盘棋也是拆先，许家元执黑棋、嗯。对。嗯。这个比赛用的是韩国规则。对。
黑棋贴六目板。贴六目板啊、那对这个黑白的这个初始胜率来说，是不是就更接近了？对对对，这个几乎是各50%了，好像还是白的稍高一些。稍高。稍高一点点。但如果是三又四分之三子的话，那就差更多。差更多了。对，就如果是基本上60-40。对对对。嗯。就是说初始胜率如果是用中国规则贴三又四分之三子的话，对对对，就更喜欢白棋。人工智能给出的胜率就是白棋第一，嗯，一步棋没下，白棋就有60%的胜率。对对对，嗯。然后黑棋选择一个点角，嗯，这个点角点的比较早，第五手就点角了，嗯，选择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变化，在这定型。嗯、对，现在的流行型。对，像。这样的话，嗯，就变化会复杂多一点，对对，就是，假如你要单顶的话，它有可能会有，不单顶它会挡上，对，你要拖的话，它有可能会形成一个长，特别复杂的一个局部的变化。这个一个大型定式，这个、定式基本上这四分之一棋盘就是的，已经消耗掉了。这个定式反正也经常会有棋手下，嗯。所以我想，经常收看我们天元围棋频道节目的棋友，也经常会看到这个大型的定式的一个出现。嗯。但是对于这个定式的，就是复杂的程度，我是表示很敬畏，不敢轻易尝试。变化很多，对，里边有埋藏着各种飞刀。对的，嗯。嗯。那么这盘棋。是朴廷桓选择长一个长，那么就比较简单了。黑的应该是飞，对，嗯，白棋，对，现在白的是争得了一个局部的一个先手，对，白棋选择是挂这个，挂这个，嗯，挂小目。一般来说是这样，这个跟这个，还是挂在这边价值大一些。嗯，因为这边已经有一个定型了，对，可能这条边的价值就相对这边会小一些。因为这边有一个二路飞，嗯，这边价值相对偏小一些。嗯嗯。然后黑棋，它用的是尖顶，嗯，这个也是尖顶的跳，很简单。AI 的流行定式，对，嗯，这个定式，棋友们可以思考一下，嗯，就是说，跟这个比。脱退，这个定式是存在了几十年的，嗯，对，就脱退了，街上拆一，然后拆个边，那时候高拆低拆都有，这个是流行了好几十年，也许是有100年历史都有可能的，嗯，就是这一个一直从来就有的一个定式。就 AI 出现之后，它还是存在的，也有，对，嗯，但是跟这个比较的话，一路之差。比如说白的还是依然拆在这，嗯，大家喜欢哪一个？可以，就作为棋友你自己的话，可以有一个判断。嗯，你更喜欢哪一个？但是，这样的一个下法就是低挂，直接用尖顶的这个下法是，就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后面才流行起来的。就人工智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之后，才有的一个下法。嗯，就像我初学时，那可能也包括你了。如果那个，上来就尖顶，对，尖顶的话是要被老师肯定要被老师批评的，是没有这种概念。但现在好像这个现在是比较流行的一个定式。嗯，白棋一般是会拆，嗯，但是实战它拆了吗？还没拆，还是又挂在这里。对，就挂这个，它也有一就是。也是间接的，可以说是等于相当于这里有一个子了，嗯。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现在挂这个，嗯，假如你往这边任何一个点夹击一下的话，嗯，这个飞压这个点太好了，这个黑棋也是吃不消了。嗯，所以有了这个挂，间接的也就是防止了黑棋在这一带的夹击。嗯，黑棋等于也要跟着在脚上硬。对，差不多是这个飞压，嗯，所以它实际上是不是又坚定了一些？对，又坚定，又坚定了一些。坚定跳，好像许家园这盘棋，嗯，比较重视脚地，脚地是吧？对，对，你看一上来，嗯，三个脚，嗯，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前几盘，嗯，我觉得昨天这个许家园的表现真的是
很惊艳，我感觉对、因为我一直在国家队也是跟于斌老师他一直在探讨，他说昨天这个棋真的是很出乎意料、就是觉得李维清的胜率其实一直没有很好过、很焦灼，李维清就是说他发挥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徐家园实际上的话我觉得啊、就是包括就是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就是伊力寮跟四叶虎丸、这三位年轻日本的年轻棋手实际上是有相当的实力的，不过日本的这个竞争的环境啊、实在是和中韩两国现在是不能比，就是或者说你放眼看去日本棋坛的话，除了这三个年轻棋手之外，别的年轻棋手就要差一大截，是并且他们就中盘的那种拼搏的激烈的程度，跟中韩的棋手也不能比，所以如果说能有一个好的竞争的环境给他们锻炼的话，我想就日本的就现在目前顶尖的这几位年轻高手，也会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了，所以不意外。我是觉得就是许家园来说昨天，但首先说他是发挥比较好，就当然也是他的水准的范围内的。对对对，因为他去年也是为日本队获得了这个农心杯的先锋战的胜利，等于连续两年为日本队赢得了一个先锋战。是，确实，因为以前啊，很多年我们都看到日本队基本上在农心杯这个比赛当中很难求一胜的感觉，很早很早就会早早出局，对，以至于就主办方对调整了赛制，对，调整了赛制、就是把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对起码少了一局吧，对，就多一局的话可能就是日本队就没有，之前是第一阶段四局，第二阶段六局，第三阶段四局啊，现在变成四五五，对，就是因为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经常就是日本队早早出局就没有三国争锋的这种感觉，对，所以第二阶段就是减少了一局，就是为了把日本队留到最后。尽量吧，尽量留到最后，是这个意思。对，是。但是这两年随着这个日本年轻棋手的不断的进步，尤其是在 AI 出来之后，大家实力也是逐渐接近，所以他们也逐渐的有了一些胜局在农心杯上。对对对，有了一些竞争力吧，可以这么说。嗯，我们看到这个许家园。97年出生的24岁的棋手，对，24岁、假如在中国棋坛的话不算年轻、但是在日本的话绝对是非常可以算作非常年轻的棋手，是、这次也是作为先锋，对、不是先锋，他是职业虎丸是先锋，职业虎丸先锋，之前是 输给了袁胜珍，袁胜珍、现在是到今天这盘棋之前是平手，对，中日韩的先锋都已经各胜一局，已经下擂台了，对、就是比赛呢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朴廷桓啊，他现在是开拆了一个，现在拆回拆了一个高的、是吧，对，现在好像都是拆高的，对，好像低的很少见，但是这边已经是这种配置了，他依然是拆这个高位，他觉得可能拆低的话、这手棋更无聊，对，就是这手棋啊对白的来说不算是个特别了不起的点，他走这个呢、这个配合可能会好一些，应该是，对，还是讲究一个高低配合，是，因为像现在这种棋的话，比如说啊，这个是黑的拆的话，比如说白的下以后也可能可以点了这个挤一下再把这个盖住，就是黑棋这一代的棋形也是挺扁平的，就不怕黑棋这样过来，对，不是太怕，对，可以拆高位，是的，然后黑棋就见这个这边，白棋拆一个，拆了，好像这个布局差不多，是吧？这个就是没有起什么很可能我觉得胜率没什么变化，我觉得大概会差不多的胜率。对，黑棋49点还是50-50的样子啊。对。哎，随后许家园的下法就比较积极了。他是在这边碰一个，
面对朴廷桓啊，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走常规套路可能对后半盘信心不太大。嗯，这个，所以选择一些积极的下法。这个、碰有点意外。嗯，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正常的话，这不是还空一个角，会不会在这边行棋？对，嗯，当然有可能是点角，这是一个下法，还有一个。就在这一带夹击呗，这夹击可能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点嘛。嗯，他呢是觉得，我推测啊，他为什么碰、嗯、碰的想法就是，假如你直接下这个，白棋这个一跳的话，可能算是连成片了。假如在这个之前交换到能够交换到几下，嗯、再来夹击，那是压力就不一样了。你现在走这个。白棋就黑的就算接上好了也很好、嗯、就是说这个情况下你再碰是绝对不会下成后来的那个变化，嗯，或者说是为这边夹击做准备工作，应该是这个，嗯，但是可能会生出一些变化出来。白棋在这一带有哪些对普遍的应法？上班下班无非是四个下法了，嗯，就是立长上下半上半对啊，嗯，脱先的可能性不大，脱先的可能性不太大，确实没有必要。四种就是脱先的话就黑的就肯定是满意了，嗯、因为我碰上你的子，然后这个时候是较劲的时候、嗯，你就退缩了，等于那我再发力肯定会情况肯定会好。嗯、比如说现在再拉黑的加一手，对，那在这个局部来说，让你自由选择。放两个的话，也许也就是这儿制造了，对、嗯。所以基本上是四下。但是这个下法还是有点意外。嗯嗯。所以因为回身生出变化，我们看着实战的朴廷桓应该是下班。嗯。然后这个时候黑的惯性上来说是要连扳一下的。嗯。那么，这个棋接上肯定是后手了，绝不。嗯。黑棋应该不会硬了。哦，这多半会在这加击，嗯，就加过来，加在这里，但是我看这地方好像真子不利，他还是先打了一个。先打一个，其实也挺好的，我是挺赞成这个下法的。再争个先手，这争掉了吗？不是，争掉了，对，争掉了。但是现在的话，因为白棋是因为这边能开拆一个，嗯，开在这里，开在这里是吧？他是拆二，就是也顺便引争了，对。然后这个地方呢是就是黑的当然要一直要提了，这跑出来、嗯、被白的跑出来受不了，不过这地方黑的有点重复了，嗯，对，是吧，后是后就是、嗯、这边已经很坚实了，同时呢这边白棋也算是挺坚实，也算安全，这边是即将很坚实、嗯、比如说白棋拆一个，嗯，甚至于小一路差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很完整的一种形态了。嗯，那我可不可以不补呢？不补没可能性啊，跑出来你走这边跑出来，这边再走这个，不知道，就是这么补的话，点一下的话，他小尖这两个你也很亏，并且这地方、嗯、这地方他有下打有上压都是先手，这手其实没多大价值，没补干净啊，嗯。应该还是会提的，还是会提，对、嗯、实战就是提了一个，因为不是这一类的，比如说这一类我点一下引征着了，嗯，那就还行，但是现在是没引征着，就引征着了我当然点一下可能也就先蹭过去了，对，像这个这样的点是比较亏的，五路点是比较亏， 嗯一般在四路点还是一步棋，嗯，实战它就单提嗯，对，这样白棋争得了一个先手，对，挺好的。嗯，白棋在这边手脚最大的一个地方被白棋最后的一处走到、嗯。其实这个白的有了一个拆二之后，也基本上是取得了安定。嗯，因为你往这拆的话，它甚至于就可以走一个熟手。嗯，这里眼位也是够的。等于这两块基本上算是安定了。那这个。黑棋这个地方的后势有点慢，黑棋的速度有一点点慢，还是需要找地方去发挥一下。嗯、是的，嗯，黑棋是在这里打路了，是吧？打路这个，黑棋后啊，总要找战场，嗯，开辟新战场。这些白子也下得很积极，嗯，白的竟然是这个的，
正常的话是跟着这边印一个。正常就是说，怎么说呢？有两种了，局部的话，最保守的有两种下法，一个是托，这个也是过，这一能托连回去一的。般我就断了。但是会有一些些后续的变化，比如说这裂下来，怕是现在目前来说是不会怕的，接上，但是也不好说啊，这个东西它再压过去。你这边直接开战。不是，就是说它有这个段嘛，就是我现在是怎么样吃掉他们说它这里有一个段，不过这期总体来说白的应该不会怕，白的就打吃了爬就行。打了爬。这个尝试先是，然后再爬就行。这个它黑的不太再长，在这绝不最最下面来说是后手，上面被白棋白跳棋的先动手。所以这棋突过呢是过了，就是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应手。以后的话，黑棋的下法比较多，可以从这个方向过来，因为你现在搬这个棋形就不太好，被它挖街。黑的肯定是达到目的了，你这断点很多，对，它无法兼黑顾。的黑的能起到清消的目的，就是你可能是会挖。那这个，啊。这样呢，它就长。这个局部黑的棋形也是挺好的。还有一个下法呢，就是就直接飞过，过，飞过也是能够过的，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就是你无论是走这个还是走这个，黑棋这一带都会有后续的清消的手段。作为白棋的理想型呢，他是想我走这个，希望你跳一个。这个时候，我再用突过或我者再走，飞过的手段，那我这两交换，我就便宜了。这个呢，就白棋的这个现在实战，它就下到这。这对，时候蓝兵是更为积极的，或者说更紧凑的下法。那有没有可能直接过来这样战斗呢？直接过来我就 是不贴是呀，有点生硬？哎，对呀，你封不住他呀，我搬呢，搬他就搬出来。搬出来，对，搞不好你自己三个被对手圈在这战斗里好边，像。对。好没什像么有把点握，勉强。没什么把握，对。所以他走这个，余下的事就等着这有过，这有盖，大概他就想着这个，是。现在是黑的是直主接动，对，走读。这手棋究竟怎么样，我现在判断不清。就是说，但是他总体的感觉给我感觉就是很积极。很积极，哎，是。那黑棋，黑你不是棋，说这边对，两边他这个是当选然择是了不，主渡，是不肯了。对，主渡的话，他出这个跳就是一个熟手，熟手完了也没好处，所以就不能下了。熟手完了，因为你封不住他。那俗手完了，我再跳，我不是不，两边都走到你再了吗？跳，不是，你现在是被攻的状态，对。因为你这个让黑白棋在这里加厚了。所以这个尖顶是不能考虑的，对，它是跳一个，实战跳这个是主度来说，局部是比较好的一个棋，那白棋就改这个，对，白的盖住，白棋加这边，黑棋反方向挡路，这地方好像黑的那这边就不走了吗？还是有点收获的，不，他走的话，他也不太好走。不好动啊，对，它分不断白棋，搬出来嘛，眼看就是搬眼出看来，的是对，对，这会怎样？搬出来会怎么样的话，他会不会直接就断他了？直接断。对，你从这里打过来的话，他这里有个冲。好像黑的黑的不太也行，没什么把握，那不打的话，他从那边长吗？还是？对，他不打的话，他是这样呀，因为这个街有点新手意味，所以就是一个战斗，黑的并没有什么把握，因为街为什么说新手呢？我这可以搬完就有个就靠，靠下来，这局部就有手段了。那如果看成街是新手的话，这个战斗黑的并没有对。把握。
所以他现在是这个先走这个打落很大，嗯，打落这个下边他有突过，对，嗯，白棋跳一个，嗯，其实选择尖了，嗯，是不是还是为这边战斗做准备？我就是适合瞄着这边，因为你还没有连好，并且这个绝步，这个尖就是一步很好的棋，嗯，因为。因为接着这下一步它就是可以透过，嗯，这个棋形上来说白的绝不这个棋形啊，嗯，就是下这个接或者下这个顶，嗯，因为长不是棋形，嗯，长它本身这个绝不这两个交换可能对白棋来说它就是亏的，嗯，所以它现在用强的话那就是黑的这一带就会只会越来越多，子力多了之后，这边就搬出来了啊。嗯，所以他现在是退补后。对，这边黑棋顶过来，黑棋顶一个，嗯嗯，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再阻断了，对，只能让黑棋过，只能让黑棋过，是的，嗯，然后白黑棋搬过，因为这个没有别的下法，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反而亏。对。对吧？这两个交换对白棋来说反而亏，嗯，所以实战他是接了，嗯，一起搬过，嗯，对，嗯，这个好像我觉得黑的挺成功的这个绝不，嗯，就说，对这样的棋形我是这样判断的，就本来的话是白棋是实地领先，嗯，黑的比较厚，嗯，然后现在白棋加厚了之后。这地方当然现在是白的后视这一带很厚，对，但是这后视也没什么威力，这边有一个黑棋的影响力完全没有，嗯，黑的这里也有眼位生根了，嗯，所以某种程度上说不定这个战略上白的稍微有点失败，可能，嗯，因为本来的话它就是取地，嗯，它就速度快，现在它等于速度快的这个优势啊，它是还回去了。白棋就是说这里又慢下来，让黑棋取失控了。对，对，就是这样。嗯，所以可能现在本来我觉得应该白的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好下一点点，现在可能一比较接近了。现在胜率来看是一个40-60的情况。40-60啊，嗯，白的稍好一点。对，是吧？嗯，白棋现在从这边过来，嗯嗯，黑棋出头，对，黑棋出头，嗯嗯，白棋这三颗也是往外跳一个，嗯，好的。感觉起来好像不会有那种大规模的战斗。哦，那也不好说，特别大规模的。别到现在来看还挺平稳的。对对对，因为，这个，没有那种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的情况。因为现在双方已经按部就班的都不好挣了，就是都是小规模的嘛。嗯，对，对，你说的对对。一般情况下，大规模战斗就是会大模样什么的，正式比较大。居然都打的比较散。嗯，现在这棋已经打散了。嗯。白棋长一个，白棋粘上。他长。嗯。粘，嗯，上。对。他这个地方呢是，就是说有个挖。嗯。挖完以后，这地方就有个挖。哦，这地方黑的是有一个联络有问题。对，联络上有问题。嗯，这一打一爬。打出一爬。回来。对。一回来了。嗯。所以这地方黑的是需要补一手。对。这个补上的话，黑的就没什么可以担心的。这块棋已经有两个眼的眼位了，没问题了。嗯。白棋中间要不要补呢？就挂一个很大。嗯。啊，还是补了，白的还是实在补，否则的话，这地方是块孤棋出来。嗯，这地方确实一个眼都看不到。对，所以他拐呢。基本上是这边也算，联络了，对，嗯，这个时候
我怎么有点感觉要收官了？对，现在好像还这个角，其他地方就这个角跟这个边，对，这边还比较空一点，对，然后这条边还就，但是这条边感觉拆一拆，拆一拆，或者是脚里那个破破空啊，对啊，是这样一个格局，是，嗯，哎，他实在是来破空，是来脚里，这个是常用的破空的手段，嗯，就这个形状吗？对，嗯，或者是这个形状，这也是一部常用的，啊，这样，嗯，就这地方，其实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嗯，当然我是看到很多棋友会出现这个棋形的。嗯，冲一下，嗯，三三一跳，三三跳进来，啊，三三一跳呢，这个棋形黑的是不太好的，嗯，冲，挡住，冲了一加，加，这个是一个死形，嗯，黑棋来说，这地方当然要注意，我想很多棋友是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嗯，这个就不要去打吃一下，嗯，打吃，黑棋一接，这个黑棋脚就活了，对，这就活了，啊，当然。我说活了，可能还这个表达的不是很，你还要打劫吗？很准确，对，还有这个打劫，还有这个打劫，这打当然白的也很重了，嗯。就一般的来说，我们说黑的这是活形，嗯，但是白棋不打吃这个，白单退，嗯，啊，这眼位是不够的，嗯，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死活的棋形，这个黑棋是死掉的，嗯，所以这个棋呢，不要冲了之后跳三三，是应该走在这里往前一路，对，嗯，这是活形，哎，这个肯定不是死形，嗯，这个接下来怎么定型，接下来应该是个，接下来就是出棋了，那你如果说硬要从局部手段的话，嗯，这个是一个黑的，就是说很容易下出来的一个打劫火，嗯，但是黑的是可以加这个，嗯，走这个我可以叫吃，这个劫其实白棋相当重，嗯，就白棋要硬杀的话就是这样，是这样，哎，嗯，我就是打这个劫，嗯，这个就是个打劫，嗯嗯，但白棋应该也不会轻易，现在局部来说呢，如果说算局部的话，就不算全局，嗯，不考虑全局接待情况，局部黑的是能够打赢的，就是我接上你直接走这个，我一提劫，嗯，你就是这个局部我已经可以活了，嗯，算是活了，嗯，就不考虑全局的接彩的情况下，嗯，就是这地方是有棋的，嗯，但是实战它是这里嘛，那就没问题了，嗯，这里的话。就是走在三三，你走着我就走三三，那是，嗯，就是刚才的这个加就不成立了。对，这个这一路这个不成立了，这个我是可以出去了，冲出来了。嗯嗯，对，所以应该这个局部最不可能下的就是这步棋。嗯，因为这个子在这儿。对，是的。如果说下一步朴廷桓下在这儿的话，我能认定他是滑标。嗯，他应该不会下到这儿吧，嗯，下到这就是滑标了，尖了一个，嗯，啊，尖是一个，嗯，尖顶是一个常用的一个棋形，就这个棋啊，曹老，嗯，因为这个形状我看就是也经常出现，嗯，因为对棋友来说也比较实用啊，这个角，那这边他走这个手段跟这边有没有接应，当然有关系，有关系，跟这个子很有关系，并且这一带也比较强，嗯，就是比如说不怕白棋这种撞，嗯，先手比如说我走这个是先手，你要走一个的，那我走这个你啥棋也没有啊，对，对吧，就会有问题的，嗯，所以走这个呢，它就是接下来它有两个方向，嗯，黑的是可以就是说救援这个子的，一个是黑的这里有突破，嗯，一个是可以进角活，嗯，所以这个局部来说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清消的一个点，嗯，白棋实战是尖在这里，嗯嗯，这棋就是说黑棋比如走这个那是不能满意的，嗯，他的脚守住了，脚还是没有破到，就破一点点呗，嗯，实在不行当然也算还行吧，也去爬回去，对，
不，但他这边已经活了，我感觉他从这儿爬没进去。对，当然，如果能有更好的，肯定是想进脚。是，他的想法跟你一样，是进脚。嗯，进脚。嗯，这个白棋搬了，分段这两颗子，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对。他因为是这样啊，这棋走这个的话，黑的是很好活的啊、哦，直接转到这面，对，很轻松。对，所以他是要搬这个，要搬这个，这个断掉。搬这个，他肯定是断，肯定是断。然后白棋打吃吗？这个地方好像黑棋你有点成功哎，把角地能全破掉吗？对啊，很显然的，不就把空破掉了吗？打一个，哎，对，打一个打下去了，起掉，打这个，打下去，是这样。他这棋当时这太简单了，就黑的就把白棋算打破了吧，他肯定是满意了。就当时的这个棋，其实我觉得还是角地为重要啊。嗯，然后单爬怎么样？哦，不打那个。对，单爬。单爬是这样，你要拐的话是能够活的，活能够活。比如说你打这个，拐这个，拐打，对，拐打，长，它搬一个。搬一个。对，我吃掉。哦，这样吃一个，吃一个。小尖。小尖吧，小尖尖掉它、否则当然这个局部也是活了、这也是活，小尖掉还会好一点，尖应该白的也是要挡住，然后再虎在一路上啊，活一个角，这个好像我的第一感、比它实战要好，这样等于说是白棋走在外面，黑棋把角底套掉，实战的话是把这边打下来然后分断了白棋，是您觉得这样，对，我觉得这样白的会更好一点。嗯，然后假如黑的不这么下，单拐、可能大同小异吧。单拐的话，单拐他长这个也其实也差不多。嗯，还是活角嘛。对。嗯，不，还有一个下法是，他就这个词，长这个啊。尝这个，你如果接上，我是单爬过，我是不冲一下，稍微好一点。你要走这个呢，我就爬过。这个拐很明确的，就会有问题了。嗯，可能这个是不是白的会担心黑的是单尝这个？其实好像也不用特别怕。我觉得即便是这样，把这个吃掉，补一个啊，这个黑的。就是说收获也没有实战那样打下去大，我觉得。感觉白棋还好。嗯，是的。嗯。好，我们看一看这实战。这实战就是打。实战就是他就打这个了，白棋的话直接就打这个，这个他眼看着这边就被打破了。等于这边打下来。嗯。是。这肯定被打破了。嗯。这已经没有什么变化，你也只能吃这两个了。对，只能这个时候只能跑吧。对，已经这个只能跑的。长。哦，这黑的肯定是成功的。这样。嗯，再挡下来。白棋吃。是。给加一个。哦，那黑的应该是成功。等于刚才我们说是空的地方，这一个角，这一个边。对。黑棋呢等于把你的角削了一下，然后这个边基本上是黑棋控制的。嗯，是的。所以看起来黑棋是不错的。是不是黑棋还可以？对。嗯。那现在走这个。嗯。这个收官了，真的被你。真的收官了。说上了，双方要因为这个下一步肯定是，当然是很大的官子。有些就是我们下棋的过程中啊，其实大约是有三个阶段，就是布局、中盘、收官。收官，但是在中盘阶段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跟收官啊，
界定不清楚。经常是很大的一个官职的时候，他中盘就是会强了，当然这种级也非常大。嗯，目前你还不能完全把它定义为是收官阶段。嗯，但他已经下了这一步，这步应该是一步大官职。嗯，反过来吧，我们就摆一个这个图吧。如果你半阶，半阶完了之后，这块棋的眼位都会有问题，就是。以后黑的就还有后续的对还破空再破你的眼位、嗯、所以这手棋是比较紧要的地方、嗯、那白棋为什么要先尖一下呢用单立单立的话但也不是说不可以啊这以后会生变不见得走得着还有一个像可能性是我如果走在这儿的话你尖就尖不着了那、嗯有可能，但这棋就跟那个脱退的形状，好像最开始 AI 总是让尖掉啊，就是有时候其实就是模仿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它尖掉胜率就是好啊，对，就跟这个棋一样，它尖掉。你说的是这个棋形，对脱退的，它尤其是虎这个的时候，哎，对，它老是强调、这个尖，对，是要尖的，嗯，这个尖。感觉稍微好一点点吧。其实真的不尖，关系也不太大。对，因为尖它也有亏的地方的，就是以后跳进去的时候，嗯、你像这个这里的点就没有了，对对这个、变硬了。对，嗯，是，确实是交换有利有弊，但是以后会生变化。单立的话，总体上来说，可能这两个子会比较轻。嗯，就是说，如果你再走这个的话，我比如说我就起来。对，你要冲断哪里，我可能就吃你吃是在什么地方啊、嗯？有可能走不着。嗯，这个，嗯，对他坚持了一粒，这个似乎也是像行棋的一种步调吧。嗯啊，黑棋现在我看这个人工智能给的胜率是黑棋55%啊，变高了。嗯。那说明这一块是不是还是像您说的黑棋比较满意这个脚步的变化黑的肯定是满意的 嗯, 嗯想不出比它更有利的变化嗯但其实一个55对45的数我觉得还早很接近很接近特别远对特别远嗯除非你到80以上八九十八九十可能有的时候也就是一目半目的输赢了、啊、这样对、嗯、是所以确实还早嗯还早嗯，他是走这个。嗯，这也是决议的一选。这个，嗯、这个是吧？啊，那还是白棋45，黑棋55。啊，还是基本上是一个均势的状态。对，嗯。我下手棋没想着。下一手啊？嗯，黑的是白的，白的先下在这。嗯。这是什么用意？这是什么用意？清消呗。那清消在这里的话是不太容易想到的。嗯，就是他现在下面是有两个点了，就是这是一个靠。嗯。还有一个点当然很明确，还可以顶出来，还有加下去都有可能。嗯。嗯，来看看黑棋就怎么应了。那如果正常的话，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啊，就正常就是在这一带走棋。对对对，他这个比较凶，嗯，有可能会有点凶过头了。他如果凶的话，我觉得直接夹出来就夹，因为你现在的话，他可以下班，你现在很难、嗯、很难有嗯再有效的后续手段。对，还需要援兵来接应一下，对对对是的，然后再夹。实战确实走到这里，黑棋补一个，这地方怎么补？哎，怎么补也挺困难的，真的找不到一个选点。对，这我觉得至少我看见黑的实战的下一步，嗯，黑棋从策略上来说它是对的，嗯。就是你问我这个地方怎么补，我一瞬间我在想怎么补，也不知道怎么补。因为你现在补这个的话，比如说啊，补这个，他这地方他还得
得寸进尺呢？还是过来骚扰黑棋？你现在只有搬这个呀，这个没办法，嗯、我脚断。可以断。你应该也是只有吃这个。嗯、我在这个地方把你的口子打开了。这个好像。要吃。哇。你这个好像还不是地方，还不如在这好呢。对。那我肯定不愿意这个定型啊，对，这个如果这样定型不愿意，他就靠下去。那么这手先，这手棋先否决掉。否定。那我还能不在什么地方？还能不在什么地方吗？就这种顶了。这种顶很委屈、啊，你也不愿意、啊。我也不愿意。对、啊好像我都不愿意。所以这手棋的话，就是，潘廷淮还是下的挺妖的，就是让你就难受。哎，嗯。你如果用不好的话，就被他成功了。嗯，所以说有可能是这个，也有可能。啊、哦，这这不这边。就是这边防守了一半。嗯。就是。这边再说。然后你如果这样的话，我这个点显然比这里要好。嗯。这是一个点。嗯。不，他实战是不是更好一点也未可知。他实战下来这。对。这个有可能是更好的一个点了。嗯。更凶一些。总而言之，这个地方你黑的假如采用一味防守的策略的话，好像没什么，也防不胜防吧，也可以这么说。对，不，没有什么合适的点可以下。对，所以他的进攻，不太舒服，还不进攻，采用进攻的策略是对的，我觉得。他这边其实如果有这类的子跟这个联络上了变厚了，那么这个地方手段并不可怕。嗯，这地方目数的价值本来就特别小。那如果再加下去就给他了吗？对，就从上面走。这当然也看情况，你现在如果加的话我还是有可能搬你啊、哦、还是战斗。我走上面也没问题啊，你这时候只这时候就有点不伦不类了。嗯嗯，现在应该白的不会加。不会加。嗯。白棋尖一个这里。用这个。还是处理上面这个。嗯。它长。嗯。白棋也联络，这个地方好像也差不多，双方黑的争着先手。现在有什么地方？有大地方下吗？大地方，感觉棋盘都越来越小了。然后这边跟这边相抵消，也不知道这个真的会进入收官了。不，这个好像还是白的，白的起来的话，比如这类有个子的话，好像这边。能成点空，会有成一个 team 这样的、的目数。嗯嗯，真的是要收官了。那黑棋就削这边呗，因为避免他这边先动手成空。对，有没有可能在中间走？有可能走中间，我总觉得是特别难的事情。特别难吗？如果你真觉得特别难，就走收官，走这种啊。对，眼见的目数，因为你走中间，这个其实也特别大。我都觉得要落空的话，还不如走实实在在的。对，这个是特别大的地方。嗯，不知道实战是走哪？哎呦，实战，我刚刚看到实战靠了一个。嗯。靠到这了，他是吗？靠这个，对。哦，你看，还是选择走中间。这手棋很凶啊。嗯。他不是这么简单削一削，我觉得。他凶。比较无聊。削你这种是比较无聊，你这个词用的非常好。没这个你觉得无聊？那不理你。对呀、啊。所以他就是，如果有一下，他可能又动用。啊、哦，再收。动用尾炮了，他在这里来。有这下之后，你看见吗？这种棋就没有了。本来我一手围在这，所以这隐隐约约是有点空。嗯、我碰了一下之后，我现在可以跳回去了。你这个空的规模就小很多。缩水。嗯。就是想便宜一下，让你跟着硬。对，这个许家园就是这个很喜欢碰啊。开局碰了一下、然后这地方又碰了一下。嗯，碰，因为他的预想图应该就是您刚才说的，退一个，跟着应该白的应该不会退，不能这不会下出这么疲软的棋，怎么着也得是这类搬啊什么，或者这类搬。嗯，那其实选择搬这边，搬在这里，搬在这边，
这搬这个这边围一围，还不好说，应该走哪边？嗯，你说搬哪个？搬这个呀。正常的话，你不是想收这边吗？对，搬这个。嗯，你再连搬，它长一个。嗯。黑棋是搬这个，我还以为他要搬这个。不，我搬这个也行，我单搬吧。打一个。哦，打一个你很亏哦，这个子你可能要被我吃掉是吗？战斗。在战斗啊。战斗。哇，战斗。好吧，我这个比较不讲道理。比较不讲道理吗？也很凶，说不定。但是你假如什么都没走的话，有可能是你啥都来不及。我长。对。嗯。因为这地方还有打了立下来。对。形状也不是很完整。嗯、这个碰，这个碰，反正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步。嗯。好像这班也不是说不能下。两边都有可能、嗯、看他怎么选择。他是搬这边是吧、啊、他搬这边、啊、不，他实战，对，搬在这边。黑棋搬下来。搬下来，白棋再连搬。白棋再连搬。对。白棋打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是吧？嗯。接上。这个吃不掉。好像也可以，也不见这棋好像我可以从这里搬出来、嗯、我这里有个家，这么严重？哎，这个扔掉，这个也打吃，这个白的头绪有点多。嗯，不太好，白棋不太好，不太好。白棋还实战，他这个搬比较好啊、嗯，他直接就搬过。嗯嗯，但是这个地方怎么白棋、嗯、黑棋的胜率悄悄的变到了67了？六十七，难道说这几步这个碰好棋吗？对，他是说黑的要藏这个。嗯，对，确实这个好。嗯，黑棋藏，那白棋还补吗？白棋不走了，不一定补，但是补也不好补啊，他也不能接。嗯，再贴好像也不是太好啊。嗯，但是早晚可能也是要贴一下。嗯，现在黑的以后是有打吃争的吗？嗯，那这个是好一些。嗯，这个比他实战这个要好一些。实战他是接上了。对，接上白棋又回到42了。白棋回到42，那黑的就是57、8这样。嗯，啊、差不多，这其实是很微妙，很微妙。对，这个还需要后面非常漫长的一个收束。对，黑棋是。嗯、这样程度的清消呢，我是觉得反正黑棋不能算成功吧。啊、嗯、还不能满意。对，那肯定这个好啊。嗯。肯定这个好。先跳一个。嗯。跳一下。跳这个。嗯，这个能跳着还是很舒服，咱、嗯、能点着还是非常好。跳不着吗？我也只能，是不是你也只能爬了？哎呀，爬很扁啊。那难道要反击？因为这边也不是完全是空。嗯。但不爬我。不，现在是这样。嗯。不爬我可以挡住，倒是。现在这地方你其实下来也不是非常好，我反而可以把你冲了。嗯。这两个变重了。对，是。嗯，不，本来的话是这样，本来我如果把你冲断，你正好是打了接。对，你现在这一个鱼形。对，这是鱼，这两个交换是黑棋便宜的。对，就是白的走这个跟黑棋走这个交换，白棋亏了。嗯、当然，白棋应该比如下这都，这同样是有先手意味的。嗯，跳进来你也受不了。对。所以走这个的话，黑棋是可以考虑挡脚，可以考虑挡脚、嗯。他挡了吗？没有，他还是跟着爬过了。哦，爬了，嗯、爬了有点缓，好像，嗯。
白吉利还真的就开始收官了。收官了，嗯，就是收官了。比内力，许家园还是很有信心的感觉，嗯、对自己是不是？对，还是感觉可以收。可能这样，我也不怕你。对这样的棋，可能许家园、嗯、不是那个许家园也是比较擅长的，可以这么说吧。嗯，日本棋手好像是，如果自己把形状走得很厚实的时候，他好像很容易发挥。啊，那是，嗯，就是，其实我的感觉啊，嗯、因为我的那个我们山东日照队的队伍中也有个日本外援自野虎啊，嗯，我也看过他，或者说看过他在围甲中，起码是他的每一盘线我都看。对，他是什么样的风格？对他这个中盘的力量都是偏弱。啊，中盘力量偏弱，就是一脚刹在一起，很容易就垮下来，崩溃。嗯嗯，有的时候当然没到崩溃的地步，但是就是力量差一些，亏了，亏了，就是、对，嗯、会亏。这个挡住，我觉得有点缓。然后白棋立，嗯，黑棋是走在什么地方跳这个，他还准备。把它分段吗？跳这个，我这一挡，他一挡，他有机会扳断他。哇，这地方还要战斗？对，不肯收官是吧？不肯收官，对。嗯，追究一下这个白棋的联络，但是我觉得白棋好像也不怕。啊、嗯。他这个冲了一下，嗯，他没挡，他冲了一下。对，这冲好、哦、好棋，因为你挡的话，我就管搬出来就没有软头。嗯嗯，从局部来说，黑棋这个是本手啊，他再拐过来，对。黑棋现在是要追究一下这个白棋的弱点，他对不想让白棋完整的联络，他是搬出来了。嗯，这个就战斗了，这个好像哎，他先点了一个啊，点了一下，对，这个是他的权利，点了一个，嗯，团一个再搬出来。那么战斗的话，这两个交换肯定是白棋是获利了，这是不用怀疑的。嗯，然后呢，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搬之后，可能从本局来说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斗。战斗来的有点晚，晚他还该来是来，可能也不见得会形成很复杂的变化，可能双方稍微的有一点接触战之后，可能就和平了，嗯、和平解决、啊，很可能我的预想是这样。其实如果这地方你再不冲击他的话，基本上就是进入一个收官非常平淡的一个官子战的局面。嗯，这个官子战头也是很大的这样的局面。嗯。如果进入官子战的话，就是半步一目就输赢，对，这个差距就很小，是，所以这个地方，他现在搬出来，白棋搬，白棋是一般总是外搬，这棋形是对的，不要去随便去断一个，断一个是毫无价值的地方，嗯、然后让黑棋下在一个好点上，自己形状也不好，他是先搬，嗯，黑棋连搬。白棋打在这，嗯，这个总比这个要有用一点，对吧？这黑棋粘上，黑棋应该接上，嗯，白棋在场，嗯，总算是分段了白棋，对，黑棋也藏在这，嗯，嗯，这边有这几手接应之后拉出来这个，我可以站一站、嗯，这是不是一个组合拳？是的。从这时候碰的时候想到这边要搬出来作战，嗯嗯，但现在基本还是一个军事的一个状态，嗯，那其实这地方肯定要补啊，要连，不补一般就搬死了，嗯，肯定是要连的，要补，啊、嗯，他补这局部应该有三种下法，嗯，跳，嗯，长，剑，嗯。尖呢，对外边的照应会好一些。嗯，跳呢是这边是很明确的联络了。对，
比较简明。对，嗯，那这地方该朴廷桓，我们看他会做何选择。曹老，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好的，稍后回来再继续跟大家一起欣赏这盘精彩的对局。好，一会儿见。天元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第23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四局的比赛，是由日本的许家元执黑对阵韩国的朴廷桓。刚才我们是讲到这个局部，对，这个最后是黑棋长了一步，白棋看看他怎么补。嗯，他是这地方刚才给棋友们介绍了，这地方主要有三个点，是这个点可能是不是太好，因为这地方有个刺，眼见着有个刺的话，好像连下一飞稍微有点问题、嗯，或者至少我这跳是先手，所以大概跳或者尖就尖吧、嗯，我觉得尖好一些，嗯，对这边的影响会大一些、嗯对，对，跳的话就是单纯自己连路，是，他实战是跳，对，选择一个比较稳的，嗯，下法，这样黑棋。就先手，他这边还用再补吗？应该不用，暂时不用，可以直接在这边走，还是欠一点的，肯定是。嗯，这个黑棋，比如说白棋飞过来，嗯，你假如挡住，算你简单挡住的话，我可以压过去。这个地方是有扳，这个、地方有扳，对，感觉是两个还没完全连好。局部来说是还是欠一点的黑棋这里。嗯，那黑棋现在是先像是围墙了，对，先点方，嗯，白棋靠一个，靠在这里，嗯，这个，嗯，局面还是挺复杂的，嗯，白棋现在其实要处理这块，对，肯定是，嗯，黑棋呢？黑棋的意图就是，黑棋当然。进攻啊，进攻，通过进攻获取利益，获取利益，或者是这一带我能下得很厚实，嗯，然后就可以收控，对，定型，吃棋是不大可能的，嗯，不出意外的话，吃棋这地方是不小概率事件，不可能，对，这个地方棋形上黑的是要搬一个的，嗯，黑一个呢正好被白棋一顶补上，嗯，所以现在换句话说，下一步棋。应该说黑的应该也不会接，嗯，就接的话正好被白棋顶上了，黑棋贴，黑棋实战贴了一个是吧？嗯，啊，又贴了一个，对，我们是不是差不多就和他们实就追上进程了？啊，对，这盘棋是北京时间的下午1点，1点钟对开始的下，嗯，现在是以往这个、应该已经都读秒了，因为现在3点。每方1小时的棋，对，等于后面呢就是1分钟之内必须落子。如果他们用时均衡的话，嗯，是双方都读秒，但可能没那么均衡，嗯，至少有一位棋手是读秒。嗯，哦，对吧？是有道理。现在看起来的话，好像朴廷桓还有时间想。嗯，就这手棋的时间，朴廷桓想了还是挺久的，是，嗯，说明。应该说明还可能还有保留时间。那个许家元已经都没有，这棋应该是长的吧，嗯？不长，不长，难道还有什么棋下？嗯，直接过来呢？可能不是，你这地方还有个断点。嗯，就是换句话说，你如果这类的棋的话，嗯，我这次有个蹦冲，你已经扛不住了，我就把你这个断了，是吧？你这个死了，我死3个，你死了，那我不，所以说不成比例。现在这样的反击，现在为时尚早。我小一路啊，这小嘛，你可能觉得肯定还这有安全了，安全嘛，你没有走着啊，所以平定完实战是长。我已经看见了。哦，黑棋下一步下得很快。嗯，跳。嗯，这个应该就是说怎么说？这个应该是许家元已经读秒。嗯，朴廷桓还有点时间思考。嗯，现在朴廷桓在考虑，嗯，所以这棋
夺秒的应该就是许家园。嗯，一起跳一个。还是追究这个地方的联络。嗯，那白棋要补琴吗？这白的肯定要补琴，不补琴的话，我一顶你不是已经两个断点了吗？但是我好像不太愿意就这样，不是单纯的补，我感觉贴一个就补掉了。哦，就补掉，贴一个就补掉了。他好像还不太愿意贴。嗯，有没有可能冲击一下黑棋？他觉得贴是帮黑棋联络，补毛病。嗯。那不贴的话，这地方总是一个棋呀、啊。嗯。或者我怎么追究一下黑棋，怎么高效率的把它补上？嗯。不愿意帮黑棋下棋的话。贴是这样，他贴是有点不愿意是什么呢、嗯？比如说我接一个，嗯，你再走这个，这两个显然是黑棋便宜了，他本来可以很舒展的跳到这。对。所以他有点不肯贴的理由就是以后交换这两个这个棋形不太好。嗯。但是是不是真的有别的好的点下？现在是朴廷桓在场考上。那反击这种。那黑的肯定不会挡啊，挡给你顶过去了。嗯、哦，是反击这个，是下的挡。啊，不是，那个是我们摆的，是我们摆的，是我们摆的。看他图的错觉了。对对对，这个棋盘是我们的，还是要看线上，因为他们是线上对局。啊、对对对。对对对，还没走。其实现在已经完全跟上实战进程了。是，现在应该是朴廷桓在场考。对。那现在还有时间。嗯。那就不知道这，不知道这种攻击型的手法是后面。会不会形成这样的图、嗯、对，因为这个地方补棋的话，除了您说这个，我也还有什么其他的点吗？这地方确实这么只能走这个，否则别的棋不能下、嗯、你这也不能跳跳，我顶断你了，你也不能顶这个、嗯、顶这个我正好顶一个，是吧？所以他现在这个跳下的挺好的。嗯，许家园所以这种地方骑行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所以他昨天赢我们的李维清是、嗯、我是觉得不意外，不意外啊、嗯、就是日本的这前几位的棋手他、嗯、或者怎么说这发挥好，或者说棋局进入他们的步调中去的话，嗯、他们还是蛮有水准的应该。你这棋，那朴廷桓头那么大吗？他真的有那么长时间可以考虑吗？嗯，好像目前看到的是还是没有下。龙兴杯的用时是几十年一贯制，嗯、就没改变过。一小时，对，每方一小时。一次一分钟。一小时可以用完。对。就一小时可以整整的用完一小时，嗯、然后是每方，不是每方，然后一小时用完之后就是一分钟的秒，对，就只有一分钟之内一定要下棋，不能要不然就超时。超对，哎，我看到骆子没有，是不是还在思考？你看这个样子像是落了，这个我对棋手的了解是这样，就是他这个时候可能是放松下来了、嗯、啊，应该是下来放松状态的时候他才。那个什么伸伸胳膊啊什么的，动喝口水。嗯，刚才的还专注的、啊。确实确实，他靠下来。意外。嗯，其实跟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意思，他还是不愿意在这边补棋。这个是很凶狠的一步棋。嗯。但是也掉了不少点，黑棋跑到七十了。黑棋下对了，胜率有七十、嗯。他黑的应该会搬出来吧？搬出来，这个。对。在这里形成一个战斗。嗯。嗯。好像没什么特别事，没什么大用。你给我冲，还可以接上。那我是不是这边就不用补了？这边是不用补，但是你现在这个地方，最多的话你就只能吃这个吧。嗯。
这个我可能考虑一下能不能打，可能不太敢，只能说啊。嗯，这有危险。冲过去。哦、这个黑的。这进去了。对。嗯，可能不敢。但是你断这个，你已经先亏了。就是先冲这个再断，这边已经亏了。这边亏了啊。有可能得不偿失。是。现在，那我搬出来，这个白棋是打算下什么呢？是不是也只能这样？也只能冲，那还能怎么样？也只能冲这个粘上。他已经走了。嗯，我看是搬了。啊，搬的。搬了，然后白棋冲，那就粘呗。黑棋基本上会这样，应该是粘，不会有别的想法。嗯。对，应该是这样。粘了再断。嗯，果然。大概实战就粘出来了，是吧？对。粘了再断。再断这个。嗯。哇，这黑棋一下76了，曹老，这个胜率。胜率啊。嗯啊，这个其实难道是这几手的交换也不，也就是哎，还不会超过两步的，一步半步的这个差距啊，也不能还是挺细的，一步棋可能就会送出去就回来啊，也不能完全这个依靠这个胜率，这个时候断了黑棋。黑棋还有时间想吗？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嗯哦！黑的就挡住了。对，黑棋应该是读秒了，他就一分钟之内是要下。嗯。挡住。啊，这个地方就算了，不走。等于这样就这一带就已经定型了。将来这边补一补。嗯。是的，这白棋也就都安定了。收官，黑棋白棋搬粘。嗯，挡的话应该是，嗯，应该黑的是会理的。挡一个，对，还是脱先？不，他现在应该要挡，要挡，他不挡他第一个挡就没意义了。啊、嗯，第一个挡亏了，你现在再会。哦再被白棋搬进去，这个冲是亏的，他应该是会挡的，但是这个棋，人工智能是推荐不挡，但是人类肯定是要挡的。嗯，人工智能是推荐这个，这个一直是要说这个挡。嗯，这边补棋。是好像有点大，这地方不走的话，它还加进去。加进去是吧？你如果搬，它可以打吃。嗯，粘上。粘上。它能走这个，这个好像不行，这个不行。嗯。这不行嘛？这不行，它有什么棋啊？连回去。断一个。嗯。断一个可以。对。这黑棋里现在肯定不能吃这个，对，这被打死。嗯，走这个，对这个，走这个我断一个已经便宜了，是不是？嗯，再连一个。嗯，这个关子价值可能是最大的，现在，嗯、目前这个是最大的，那就这个是没必要，不走是更好一点。那刚您说，如果不挡的话是什么？这个不挡他就跳过去、啊。不是，您说这不挡的话是亏的，这个、啊、亏了，被他搬进来肯定亏、嗯，他本来也是跳进来的，嗯，黑的要收拾是单靠、这个，单靠不是冲一下，哦，这个局部是单靠，亏一点，对，嗯，还是没下，哎，但他也没走这儿，他确实是脱先了，但是他没有拐这个，确实，啊、嗯，我们看看他实战啊，嗯。要是出现了，我这个下法当然也可能是读秒的关系，是快棋的关系，思路上有点不连贯。嗯，就是挡一下变成一个打将了，因为挡基本上是先手。嗯，你不走让黑的搬过来。一个双先。但是走一下之后又不走的话，这两个交换本身它
只会亏不会便宜。嗯，他下哪了？他是从这上看错了。他是压一个啊，他是压一个。对，这个有问题吗？有啊。啊？因为他掉点了呀。掉了吗？掉了。啊。还掉不少。这个其实。哎，他其实要跟着下，那他是怕白棋在这边先动手。不，他这个他有先手意识了，是吧？嗯、不走，我这个可以回来了。嗯，所以他肯定是要走的，白棋走这个，嗯，是吧？白棋可以搬。嗯。人工智能是一直强调这个大，对，他现在继续在中间搬，嗯，对吧？是的，白棋贴这个等于，嗯，白棋是活在中间，对，这块没问题，这块是没问题，当然他可以倾销到这个程度了，对。我如果在这一线的话，底下肯定是活棋。但是人工智能一直是强调的是这个大，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个谁走道，谁走道是棋局还是挺那个的，挺焦灼的。嗯，他点一下这个，对，这个也有点啊、哦，这已经实战，这已经交换掉了。先换了，哎，我、哦、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不是，是这个角，这个没有，嗯，这个可以。他下步嘛是这个是吧？有个飞、嗯，飞好像也，他白的也是活的嘛，这拖过。拖过，能搬下去吗？搬下去。嗯，好像可以。搬下去。帮我加一些，嗯，好像这棋很危险，黑棋，是吧？搞不好如果要有眼位的话，我可以这时候进角。嗯，这手棋，假如这没后续手段的话，目很小啊，走到了。是啊，显然没有走这个，我就拖嘛。对，这白棋先走到了进角嘛。是，还没下。还没下。嗯。这看来朴廷桓还是有时间的。朴廷桓还有时间，嗯，那这个那个谁肯定是没有时间了。看一下，这个还没走。对，还没走。等于他现在，这地方白棋肯定要走棋。可以跳，可以跳进来，秀一点可以跳进来。硬这一带它硬的话，肯定比它便宜了、嗯，肯定比黑棋便宜。嗯，啊，应该不能不会硬。不会硬的话，我就到角里面去找眼。嗯、啊，那如果白棋进角的话，黑棋这个还便宜吗？亏了。如果没后续手段是亏了。嗯我看这两个人都是很专注，其实、哦、其实这是个是，其实这不是静止画面，其实这不是一张照片，但是两个人好像，哎，感觉一动都没动。对，现在应该是朴廷桓要在考虑中吧？嗯，想一下这地方怎么定性。那朴廷桓时间看起来还是挺多的。嗯，他有那么多吗？我觉得没有几分钟了，应该也就是没有几分钟要进入多秒了。嗯，不会有太长的思考时间。我觉得花时间，他用的太少了。嗯，刚才那个三点钟左右的时候，我觉得徐佳佳已经多秒了。嗯，现在又过去二十几分钟。是，所以后面进程应该会快一些。嗯。
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比赛都在网上进行，是白天环跟他见面的机会少，嗯，所以他那个手术之后没见过他一两回，嗯，所以他这个眼镜不戴眼镜还是觉得就是说还没习惯，虽然他做还没有习惯了，其实有段时间了，已经有段时间，但是就因为一直没有见到他人，对，嗯，见的少。其实两位棋手最近状态也是不错，许家园，对，许家园好，现在更好一些，许家园的状态，因为我看日本棋院他给出他的这个最近十盘棋就输了一盘，啊、加上昨天赢李维清这盘，他是九胜一负，最近十盘棋九胜一负，对，哇，那厉害。嗯，朴廷桓呢？其实他在中国的围甲赛场上发挥也很不错。是的。嗯，确实，两位棋手都状态不错，实力也很强。嗯。哎，这棋有意思了。是啊，有没有？哎，白棋走了，跳。走错了。跳。那白棋能跳进去，白的肯定是能满意的。嗯。那黑棋就飞了，既然已经走了这个，嗯，总是要再走一个。他现在是靠这个来突过。哦，靠这个。这个是这样，这个，这个他是。但我要不能搬下去。不，也不见得一定不能搬下去。您不是说加一个很凶险吗？是啊，风险，他是不是也有风险？不，并不是说，这个是双向的风险。嗯，然后呢？他是这样，白棋，他这棋啊，白棋这个如果接上的话，他这个提掉，那边要搬回去，挺难搬的，白棋挺痛苦。嗯，就是这边有搬回去啊，有啊，这个有冲啊。哦，这个有冲。嗯，再说，搞不好的话，这个地方。如果你收去吃的话，我们是著名的死活是葡萄六，葡萄六是不活的。万一形成这个结果，就这么大的空间没有活，随便摆一个，这个这样。现在外面都已经没有变化之后，如果这样，对对，这个地方脚步又没眼的话，这地方就死掉了。对，局部不活。所以他突过，他也有担心的地方。那我就靠上面好了。这可能靠上面。靠上面呢，会形成一个什么变化呢？它会冲了力，我断。他会往下立，立我粘上，对，粘上，粘上气不够，然后他在这冲，这我应该也是活的吧？有点不好说，嗯，死活还有，来这个，嗯，头也有点大啊，我反正我现在看的头是有一点点大的。我看看这个，我是先团一个，很长，嗯，然后这边怎么收？搬粘，搬什么？这样，嗯。这个什么呀？便宜，哎，白白的还是便宜，能收去吃点白的还是不错。嗯，嗯，对。那总比刚才那么拖着，别到最后我再不活。拖好像有问题。嗯，拖的话可能白的风险最更大一点。嗯、对，那我就从他是靠了，实际上他是靠这个的。嗯。实战，我们看实战。实战，其实白的是靠这个。黑棋冲一个，白棋挡。对，黑棋冲，白棋断。嗯。又下成这样。黑棋冲。我这手棋应该很快就会下，因为读秒了、嗯，一分钟之内必然下。对。现在应该是都读秒了。对。三点半了。嗯。这样黑白棋还立吗？还是立一个是吧？黑棋要立吧。黑棋吃这个太无聊了。嗯。黑棋吃这个太无聊。
吃这个，这个被吃掉没什么意思，嗯、还是立一个。黑棋这里搬一个，这手棋倒是也是蛮有价值的。嗯。这是先手吗？后手。后手他有挖。对。挖完去滚你一下，他还是。能收一些木薯。你要白棋硬也很难硬吧？嗯。白棋很难硬，白的是不是要回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他一直没有下。人工智能一直说双方，尤其黑棋吧，一有机会他就说黑棋要拐一个。对。黑棋我们完全是和现场同步了，同步对，一分钟一步，现在是一分钟一步，实际上一分钟一步它的进程啊，其实也挺慢的，不要想着好像已经多秒了，一分钟之内下一步好像它会时间会很仓促，嗯，你想一想，每放一个小时，嗯，规定用时，你平均到每步棋一分钟一步棋的话，你才只能下六十步棋，嗯。然后呢，这一读秒呢，基本上都是会对对对，会蹭到小充分利用时间，他不会说是一读就赶紧下，一读秒几秒钟一步，几秒就算想好了，他有可能充分利用这个时间去想后面。他对他如果必然下那步棋，一秒钟就可以秒下的棋，他也要蹭到一分钟。是，嗯，所以是这个进程会挺慢的，嗯、你不会很快，嗯，算。六十步一分钟的话，一小时才只能下六十个回合。嗯，先加油。有时候就是直接读秒也会下很长的时间。啊，对对对，就是所以说这读秒啊，一分钟的秒跟美方三十秒的秒，对，差很多，差很多。嗯，是，所以我们现在有些比赛为了缩短这个比赛的时间的话。就最后的读秒是三十秒，三十秒还给你三次，三十秒三次也没用，三次五次都没关系。对对，给你三十秒就比一分钟这个进程会加快很多，加快很多。三十秒给你十次也。但是不是如果我们改成三十秒，会不会对这个朴廷桓更有利一些？那也很难说，对，更有利是有可能，但是也不见得绝对有利。但是从年龄上来说，还是许家元年轻啊。嗯嗯，我们看他有没有下哈。这个时候他是搬这个脚步去了，嗯，这不是下的不一定，脱先不一定是对啊，嗯，啊，这地方等于就，就放着不走了，他是走这个，哦，搬了尖，这是没有完全看懂，他觉得这个地方大吗？这里也没棋，靠不下来。那这搬一下，不，这个地方，嗯，它好像隐隐约约的是有一个这样的棋，哦，这么妙，是不是有点妙？对，没看到啊。那我要是粘上，这被断了。对，我如果要是打了，好像也不行。对。我要是走别的没有用啊，这断进来走别的没用，再冲也没用，我还可以退，总是有个断。嗯，但是这棋真的很厉害吗？这个点，你这样是？哎，那如果我不能挡的话，我只能粘上啊。那我爬过还是挺大的。对呀、啊，那我这补一个，好像木薯还挺大的。嗯、对呀、啊，是有这么个一个棋呀、啊。嗯。但是这个地方也一直没有下。嗯。它也不交换这个力。对。这边没走，这边也没走，都没走。他这个搬了一个，然后白棋脱先，所以是这样，他是搬一下走这个。对，嗯，轮黑棋，
还记得这粘一个，这是先手。粘一个对吗？他说的对吗？这局部是粘一个吗？实战他是粘的。粘是四四先手。嗯。他也挺厚的。对，这个肩部是有个点好像。嗯。不过现在的问题的关键就是胜负的关键，或者说就是这代怎么样定型。还有这个是谁下？啊，对。刚才一直强调这个棋好像黑棋一直没走。啊、是的。这个地方。真有时间吗？还真有时间，还在考虑可以。这个应该接一个吧？这个不可能被他挖掉。嗯。除了这接，还有什么棋吗？没不会有什么全是接。嗯。现在黑棋要收哪儿呢？我比较期待他是收这个还是收这个打掉也哦打这个。嗯。这边一直迟迟不肯定型啊。对。这个打掉挺大的吧。嗯。现在依然是一个五五开的局面，嗯、这个棋下到现在，确实啊，徐家元也是充分展现实力，面对韩国这么强大的一个棋手，朴廷桓从2014年的这个主将战之后，他就一直是作为主将出战，2014年以后九年了。一直作为主将出战是吧？就算是去年已经被申真绪取代了那个排名第一的位置，他还是依然是作为主将。啊，对。但今年呢，傅先锋就出来了。是。这样就是说，许家元面对这么强大的一位对手的时候，这局棋表现出来也是一很高的水准，我觉得。对，许家元其实、嗯、直到现在都已经很焦灼。不错的，对。对。发挥也是很不错。嗯。啊，许家元这步棋好像，嗯，哦，打这个。如果是这步棋的话，那前面的这手棋就不是太好。嗯，就这地方定型还是应该立下来是吧？对，怎么也是应该立，怎么也得立。嗯，然后让白棋收回去。对，这肯定是亏。亏。白棋那肯定是打、啊，肯定是打嘛，现在没想啥了。然后呢，提吗？打了不提？提他不一定提了啊，打了不提？他不提吧，那提小啊。那现在收。但是不提他亏了，现在这样。嗯。还有这个大。还有这个大。嗯。收这个。黑棋收这个，白棋收这个。嗯。然后。你说的对。一人一个。嗯。他那个角呢放到这儿也一直没下了，那个不大。那个当时黑棋可能就没想理，这个是作为一个打将。因为走了之后当时应该是也是绝仙，不走了再搬过去他受不了。嗯。所以白的搬了。其实如果是慢棋的话，这两个交换肯定是不好的，对黑棋来说肯定是不好。嗯。嗯。像这种官子啊，这种打跟这种搬，是哪个大？哪个大？你说。我这是。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大。打吧打。嗯，打吧打。打吧完这边还有断点。嗯。就打了。就有后续。断点对，并且白的这接是先手。哦，跟脚里还是有关系。接绝对先手。嗯。并且搞不好。他万一跟你一连扳，还有连扳打劫的手段，啊、哦，那确实，还地方还有隐患，对，那就打，实战，打了一个，嗯，黑棋打了，是打了吗？对，黑棋打了、哦，确实这个地方打，对，白棋其实总体上还是一盘细棋，但是好像慢慢的，好像这个地方被白棋追上来，嗯、对。我从胜率上看是跟刚才这步棋有一些关系，如果立下的话跟这步棋有关系也还没有，也许对刚才立下
他如果立的话还是一个50-50的这么一个局势，但现在的话黑棋我看黑棋啊白棋已经70了。70。对。70。其实也就是一目半目的差距，但是说呢。会有半目左右。嗯，这点可能是稍微亏一些。还没下。我提掉的话白棋就收这个。嗯。白收这个还是收这个？这个吧，还是这个打。这个地方吃完，这地方有尖刺，有断点，黑棋还没连好。黑棋现在应该会提。然后这个地方怎么收呢？肯定一个也是比较朴实的。一分钟很漫长，是。哎，白棋收这个，白棋收这个，这个。他觉得这个角大，那果然他就掉点了。现在看着胜率确实很方便，其实这个人工智能给的建议还是收底下，还是这个大，还是收底下。对，他实战走这个，然后又回到了一个军事。但这棋应该还是比较漫长的，我觉得这个收官还是要好好的算一算。应该很细现在。那是不是黑棋就抢这个了？这地方后薄有关系。以后的话，这地方还有个点是。啊，补了还有？对，劫富现有不还有几吗？我就这个跳是，不，本来的话当然是没有了，比如说你虎，但是我这个跳点是先手啊，这地方有挖断，然后不是还有点？还有点，这一抽回来没补干净。对，你看，我们看一下，比如这样个。这个交换，这个地方，这局部就成立了。对。这边被分断，哎，这边哦不对，没棋，还是有棋。他现在是提这个。还是不下这边。他们两个人都没决定这个。没看到。没觉得大就是说。啊，没觉得大。对，提掉。没看到那地方是大的。提掉他还觉得有可能是先手吗？后手。走一个。走一个很大。也大。金角。收官。反正从人工智能的给的图来看，基本上都是在强调。它是这样，人工智能给的图是现在是白色实战小尖一个，是尖这个啊，尖那个，对，再尖的这个，这两个都差不多这小尖，但是人工智能推荐是这个的话，白棋的胜率更高更好，是，这个又接近五五开了，对。感觉拿着人工智能就像看着答案，然后看这两位棋手下棋。就是说，这个像这类的棋啊，人工智能是给你判断清楚了，就是大。当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含量，就是价值大。黑棋现在还没下。还没下吗？黑下下了，挤了一个。黑棋好像又下了又不是地方，我觉得是不是？这还可以，这倒是可能是先手。他再打一下一段，还是挺舒服的。再补回来。白棋要补棋吗？白棋。补一个。啊，白棋是补在这。这补得很干净，挺好。补这个，防止黑棋这个搬下来打劫是吧？
那下来，对，总是有一些手有问段，题。哎，实战就是走这个。这棋啊，从人工智能从最初好几十手前，就一直强调这个，白棋先下，白的胜率高；对，黑棋先下，黑棋胜率就不差，是，都是这样。那我们看究竟这个谁走道？是谁走道？怎么这两个棋手几十手过去了都视而不见？现在应该下了吧？像您说的，可能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个棋大。因为现在除了这个官子，那其他地方还有哪比较大吗？这个地方要补一个吗？不补，肯定啊，不没补，空补，没空不会补。大，肯定那个大。现在肯定还是就这地方肯定是大，收这个口大不大？也不大，这口不大，这口不大。就是那大。哎呦，现在黑棋走到了是吧？对，实走战到黑了棋，就是怎么样？就是这就接白近棋补一个黑棋，百分之五十胜率就有一般一般的，了。黑棋走的，黑棋走到了。是的，这样的话，等白棋收，看哪比哦，白棋是最朴实的收官，在这大飞一个。这个是应该他的权利吧？应该会走啊，黑的不理了吗？也有可能哦。不理他下哪呢？全盘这个局面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比较看这个着点，急？通过这个点的先手，点到这来。对哦。这个地方要是跟着走的话，黑棋是走什么？就靠着吧，靠这个。其实好像黑棋是可以先不想，不下的话，白棋还有没有可以往那往外进？再往前跳，或者往前并一个，跳都是或跳者也并，行，并都行，这都是连好的。对，连的特别好。那这一路潜水艇过去，感觉黑棋空也没啥了。是，但他现在是，他有这边是有个点，通过这个点的先手上面有挖，然后这个点目前应该比这个大一点，不过好像许家园也视而不见，还顶了一个，就顶这个。对，这样有50%了，半步输赢。对。50%就是很就是细，这棋是这样，我们看着人工智能，我们才知道，本来我们也，不可能知道这个胜率是这样的。就是现在这个局面下，白棋好像应该是下这一带。下这就个，是如果你下这个，人工智能给出的变化图是这个，哇，打出接上，粘上，然后它是跳点一个，哦。这个你没反抗。你不能走这个，这个是先手冲掉你了，你只有接的那话，不是点进去了？就是有这个。其实这地方那我刚才接了一个，便宜了。我不是对呀，这尖是不好，当时没补尖是住不吗？好。哦，这样的这样黑的暂时脱先也好，然后再走回来。然后再走回来，这样黑棋的胜率稍好。但是这个地方也有可能，双方都没注意到，也有可能这是一个。当然我觉得是不大会啊。如果朴槿惠没注意到之后被这个，那就成为决胜的一步棋了。是。那如果轮白棋下的话，白棋走哪？就把这个补住，等于就走是，哪个都大呀，对，都这是个确大实，的，走哪个对，都是大的。等于现在这个棋黑棋顶了一个实战，那么白棋的话应该
去补这个，对吗？对。嗯，白棋应该补这边，这地方先补下，然后这样还是一个军事。如果这个棋最终是被黑棋走到呢？那如果没什么棋的时候被黑棋走到，那就了不得了。嗯。人工智能的推荐是白的应该先下这个。哦，下这个。这个也是在间接补这边吗？还是说间接补这边、嗯、算是间接补这边。嗯。不过朴廷桓好像执迷不悟。走了吗？是不是感觉一分钟之内应该要下棋。走了。走了。我是不是走了这个爬啊？没看到。他是走这个爬，是不是走了一下？对，是没补那个。他想让，企图在某些场合让这个变为后手。嗯，是。黑棋走这个，黑棋把它吃掉了。黑棋走这个，嗯，嗯，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脱先抢上面了？对呀，是可以啊。哎，不是的，幺四二。现在白棋应该还是回到这好。哎，我这个棋谱，我看到的应该是白棋这先虎了一个，先虎了，尖刺了一个是吗？对，这样的时候，白棋虎了一个，您看到的是这样吗？我看看。嗯，这个次序，白棋是不是先虎再往回走的？对，先虎。是吧？先虎了一个。和黑棋尖这个小尖角、都有点不知所云。这个是先手吗？这个就有个几吗？就把这个补了。嗯，是，哎，真的在这地方把它间接把它补掉。嗯，然后他走这个黑棋搬。嗯，啊，对，是的，是这样。白棋现在收这个。白棋二路搬。收这个。嗯嗯。这目数也不知道是一个啥情况，看胜率来说应该是很细很细很细，半目数赢就是50%的胜率、嗯、现在这个棋是贴6.5目，那也就是说你要盘面7目、啊、盘面七目，盘面七目黑棋赢。对，嗯，那如果半目胜负的话，嗯，就跟这个贴目很有关系了。你要中国规则3又3/4，中国规则大概黑的就差不多就没戏了。嗯，这一幕其实差不起了。是，现在应该收哪儿呢？先手在白棋手里。嗯，很细啊。嗯，那如果补助的话，这中间还收吗？现在人工智能是一直推荐这个靠这个。 嗯，这已经虎过了，还是推荐这边，好像也要靠。嗯，靠还是大大学。嗯，看一下实战，他是小尖了是吧？又小尖了一下。对，收角。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们要频繁的点目判断形势的话，还真的像您说的，每步棋估计都要到最后一秒钟。对，他要落子，刨除这个滑标的原因，可能稍微早几秒比较稳妥。嗯，剩下的时间他肯定是要用来形势判断。这手棋人工智能的判断还掉了30个点。哇，看一下，他一直是在强调
中间打，就这靠、嗯、这靠打。这种能力其实我感觉可能对中央这样一种靠比较麻木，对对对，觉得边角肿大了。对，边角你现实看得到。人工智能就觉得被黑棋唬在这儿的话，黑棋好。黑棋对黑棋可能有个半步的优势了。这种棋真的是很难收，它不像说是杀起棋来，有的时候就一条路。对。对这个棋你全盘各处没有定型的地方很多。就是各种判断，他走到这儿了是吧？对，我走这个，这是不是还是有挖呀？是有挖，嗯，本来不是挖的问题了，这么直接不就完了吗？啊、哦，虎到这儿了。对，已经虎到这儿，他要补棋。嗯，这黑棋也要补啊。哎，黑棋要吗？黑棋不见得要不。嗯，黑棋走是先手，走位是先手，这地方依然有刺，不要走这个。走、嗯、这个白的在。有这个刺，还有这个刺，白棋还是要补的。黑的可以走一下。嗯。白的要双一个。补棋。然后收哪里？嗯。这个还没有。现在没有。对，这个是人工智能推荐的一个点。嗯、正常情况下。这地方会交换一个，然后如果说是按照电脑推荐的招法，应该收这个。嗯，现在是这里挤了一个，这里挤了一个，这个是先手没问题。嗯，双方现在肯定好像比我这个快一点。现在肯定是多多秒了。嗯，一分钟一步。嗯。来个白棋接上，后面，嗯，还有什么大的地方？不，那这个就很大。这个特别大的地方了，看看谁抢着。就跟刚才往下这棋啊，嗯，这盘棋的胜负的关键处，我现在看下来，嗯，就两个地方。当然，别的地方可能双方两位棋手都比较容易掌握。对，双方屡次三番错过的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就是被黑棋抢着了。对，第二个就这个点，看谁走到。对。这个点走到了胜利已经大幅度接近，就白棋有机会顶的话、嗯、这个白棋胜利已经很好了。嗯，现在还有就是这一步棋，不知道黑棋最后能不能发现这是一步。黑棋走的话是虎一个，白棋走的是靠进来。嗯，对。嗯，看谁先抢到这一点。嗯、对，哎呦，好像黑的走到了。嗯，黑的走到了。黑的走到了，是。黑棋虎了。但是黑的走到，我看这个也不过就是五五开的一个局面。黑棋，但是黑棋走到了，黑棋没有把这个走掉。黑棋应该把这个走掉，这个棋黑棋有问题。不是吃掉了吗？对，黑棋，哎呀，黑棋这两个子应该救回来。先手。对。如果说我不硬，不硬不可能的，这个有尖刺。嗯。这个一尖刺不就断了吗？一冲就断了，都断了，啊、对对都不可能。这肯定应该走的。先手。对了。漏掉了一个先手。嗯、漏掉这个。这等于被逆收着了。这被白棋逆收。这是肯定的，是这样肯定的，是接上、嗯、白棋提掉。但现在可能黑的不马上接，但是也已经大了，嗯、这手棋很大了。啊，双方这个官司真是惊心动魄，每一手棋都有分胜负，就半目输赢了，是很细。我看棋手这个下棋的状态，确实也看不出什么形势，对，好坏，对，你看很淡定，两个人。不过裴定华还一点都没有放松的那种情形，嗯，因为形势也很紧，对。这个棋估计要收完，
估计要收完，对吧？这可能是。要听话。走了吗？哎，提掉了，对。提掉了黑棋，还是接了？接了那黑棋好像亏点，亏得更多一点，可能黑棋还是接了。接了。接了这一带都是后手哎。这回没有了。哎，没有了吗？没有，活了。活了，对。但是我走到这个了。不知道整体算起来，那如果说是先把它收掉再走再这个走这就个就更黑完美棋了。就更好了，对，是的，差一个次序，嗯，也可能就是读秒的时候漏对，掉了。我们看一下白棋现在下在哪里，白棋还没走。嗯，那白的走道应该便宜了，提掉两个，这地方是双先的，他得到了四目。黑棋因为这个子的关系，这里有度过，当然黑的目数会便宜一点。然后黑的走这个，当时如果补回去，白的这有个双，也是有一点点目的。所以算下来的话，这地方白的便宜是不是到一目也很难说，但是白棋便宜肯定是便宜的，啊。白棋把黑棋粘上，这个时候白棋加了一个。加先手后手，加，这个棋再定型，加人工智能说是应该脱先，不理他，但是估计是要跟着下，我估计也跟着下，对，对，他脱先走哪呢？走这个，走这个，黑棋走这对，黑棋藏一下。个，啊，这个的，那对，这边被白这棋个吃好掉。像发现不了，我觉得人类棋手的惯性，这是会跟着他下。对，黑棋是粘上的，粘上，这不是挡的吗？这个棋，粘上是抢先手的意思，他有个哇，然后这个地方局部来说被白棋唬在这，好像黑的有点亏。白棋正常是要跟着下，黑抢这个，是吗？万一醒悟了不下也有可能。但是，电脑推荐电脑推荐了吗？没有看到。哦，脱先，他是往这冲了一下。要往这儿冲。哎呀，这个棋真是细呀！这棋如果我说如果徐家元要是赢的话，他好像是比内力比赢了朴廷桓，对，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是，其实盘棋，哎呀，一直特别接近，对，是不是跟昨天那盘棋也有点相像？对，有点咬相得特别似。紧，昨天跟李维清的时候也是，不到最后一刻，对，没有看出胜负。所以日本棋手这个战斗力现在真的是不能小视的，因为以前印象里好像感觉下一个对日本棋手会放松，但其实别人现在已经很有冲击力，是不是已经走了？对，是走不是了，长了一个？他是藏这个。但是现在这个长人工智能给出评判并不高，哦，这个时候那应该怎么下呢？是应该打这个，打他说，这个，这个时候又变化了。对，这个有一定难度，要打这个，
通过这个交换，这个又不大了。但是他又被他走着了。走着了，先手。对，这个地方好像上方实际上是都是犯错误的。这个官子可以错进错出。这个不大，这个一直、这个不大，人工智能一直判断是不大的。那这白棋应该抢哪个？应该抢这个。要抢这个啊、哦！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变大。对。也是被黑棋走到了。如果白棋走这个的话，黑的是不是要打一路了？啊？走了吗？走了。走了。黑棋打一路了。打一路。打一路，怎么样？胜率怎么样？胜率焦灼，还黑的稍微好一点，大概黑棋变成黑的好半目，黑的好半目，不下这个大概是白的好半目、哇，这个棋这么接近啊！对，这地方有个扳，好像可能是黑棋应该扳一下。嗯，还是这个时候冲了一下这个。嗯。很细啊，细节了。嗯。如果这一时五十五十下去，最后是谁赢呢？五十五十下，最后肯定不会是五十的。五十五十，他还没有看清最后一个是谁下的。嗯。还有没定型的地方。对。最后都定型了。哎呀，他拐了一下，拐了一下，这两下交换了一个之后，怎么那个黑棋的胜率又变低了呢？难道说这地方应该是黑棋下？他说是好像黑的应该脱先似的。黑棋脱先，现在你两个要不了了。对了，我发现这个问题了。我就要呢，要中间被断了啊、哦，中间，嗯，哎，这要回来也关系不大，是吧？粘上了。啊、哎，要回来了，对呀、啊，他把这个要回来了。嗯，你吃我这个的话，我顶一下把你顶断，这一吃你中间全没有了。嗯，这些黑棋要坏。啊、嗯。这拐一下发生变化了。对，你不拐的话，就是你我还有通联。对，他挺鬼的。所以这个时候我是不是不挡这个？哎，这不挡这个，我不挡这个。走这个黑棋要挤那下。嗯，这个胜负是50%差不多。哦，挤这个。对。嗯。现在这下要玩。这两个是不是被踢通了的话？这两个被逆输太大了。不，这个我只能走这儿了吧？对，只能走这个，应该是。啊，不是白棋，只能走这个的时候。对，只能。我如果是只能这样的话，那这个被白棋踢掉。这是个逆输官呀，太大了。白天华还是挺鬼的，抓住了这个细小的机会。嗯。黑棋四十，现在。又往下掉了十个点，对吧？这个就这个被提掉，这个是白棋有点小优势那个那种感觉出现了。嗯，这个时候收什么呢？跳了一个，嗯，跳这个，现在跳、这个、没用。他当然还瞄着点，还瞄着点，但是这个点这地方已经瞄着点。那白棋是要补的，不补的话，这边还是问题也不是太大。哎，不补，我现在是不是可以不补呀？对，可以不补。不补，我点是什么？我不怕被断掉了呀。不怕吗？那我总是粘上。我完全不怕被断掉吗？因为我这边吃了两个，我觉得我可以。你这个对，把
对，我这接是先说，现在没问题。对呀、啊，我联通的这边是活的。那这个。那这个后手。如果局部是后手。后手我收别的。嗯。收这边，或者。收别的，对。收这个，这个大。不过人工智能，给出的方法是、是这个图啊，白的要挖这个，这也是没想到，想不着。哦，哇，从上面来，就是这个局部收官，白的是这样挖。因为我打了针。打了针，它上面拐一个，这个倒是它放出来，你也是觉得倒是很好的一种定型的方法。哦，是这么定型。对，这个好。看实战怎么下。哎，他补了一个，他是在补棋吗？这个他是在补棋。这个，哦，这直接奔90了，这一下，哦天哪！哎，这个胜率是基于六目半的吗？还是基于六目半？基于六目半。六目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白棋一下就占据主动？对。这个现在就哎，这都是吃不还能接上都有可能，不接上也没什么。不接上。吃是吧？嗯。不，这地方也没什么棋了，这已经定型了。对。这边没下。这边都没下。这边还没有。嗯。这边是人工智能推荐的下法、啊，它是搬。搬了这下，搬这个，这个大，这个白棋形势要好了。一起搬吗？一起只能搬，不搬怎么办？白棋呢？长，这还大吗？不长，它也便宜了。搬一下已经便宜了。这地方本来它是有这个搬是先手，就是这边是打吃提掉的，它这边有打、有断。它长也行，没问题。不长走这个。人工智能也挺绝的，它是让下这个，连这个，这个也是不小是吧？这一下子就挖掉了。但这个时候感觉胜率一下就掉下来了。那是这是什么地方出的问题？这里，对，这里啊，这里出了问题，被踢掉了，两个被踢掉了。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我在跟着你下，对，黑棋的胜率已经是掉到个位数了。还真是像您说的，不会一直50-50的走下去。对。这样的话，棋盘越来越小了。是。这个。留给许家园逆转的空间也不太大了。是的，现在是、现在是白的优势是明朗化。实战给出的建议，他就长一个，长一个也好像也没啥问题。对，那黑棋收这个吗？这个也行。你收这个？不知道。没有。没走。没走是吧？还没下。你像这个时候，这种90-10的胜率，是不是已经不是一目半目的事情？哦，差不多。哦，还是一目半目。啊，对。等于你这个最后关头还是要小心，没有那么大的优势。虽然胜率已经到了90，胜率到90可能看得比较轻，也许这期白的能赢一目半这样啊、不会很多的。但是这个进入读秒小关子阶段，还是要多注意。对，这个时候黑棋大一个。白棋是粘这儿的，对，是要粘这儿。那我提，
对，就是这样的。这还不提，他要等读秒。是，这个就是读秒的时候就是这样。应该总是提一下。很讨厌，就是这样。提了也没什么。对，提了白棋就打嘛。嗯。你这个棋，对黑棋来说是有点可惜的。嗯。有些时候的关键出黑棋是抓到了，嗯，有些比如这个拐，对这个拐，这个虎，对，其实白天华也有几步是不好的棋，嗯，比如这个被黑棋也是藏着了，这是黑棋便宜了，嗯，黑棋顺利在一瞬间的时候已经占优了，嗯，但这个很关键，这被两个被提掉很关键，对，这个拐、就是、被他先拐一个很妖。然后再接上，嗯，这个是白天华下的好的地方。但是感觉其实这几个黑子都走到了，比如这个打，对，但最终抵不过他这个失误。这个对，嗯，哎，这个也失误，这地方，哦，这个也失误，应该先占回来。这地方两个应该先占回来，这他提掉肯定是便宜的，对，嗯，提，嗯，打。这个现在黑棋的胜率就个位数了。嗯，还会有什么变数吗？其实我觉得一目半目的话，但对于他们来说，嗯，不会有太大的变数。对于他们这种高水平的，是的，一流棋手来说，嗯，可能会去。我们是看着胜率啊。曹老，您觉得他们自己这个时候对局者来说，应该知道，应该知道，已经清楚，嗯，是。就是实际上就是像这种地方白的下出手了之后，嗯，许家园就应该知道他的地方亏了，比较懊悔了，对，嗯，就是说没有走掉，亏了，嗯，白九七两六，如果从胜率来看应该是白棋比较稳了，嗯，对，但是我觉得肯定是下到这个时候了，嗯，肯定是要收完，对，是的，他收应该是从心情上来说，不，棋呢差距也不是很大，嗯，不大，嗯，啊，那最后大概白的就赢个一目半左右吧，一目半，大概这样，但是确实基本上胜负是一定了，嗯，不过就是白黑棋如果说因为形势不利了，觉得然后。就是有些非正常的招法出来的话，可能会输得更多一点。以后，嗯，还会有什么变数吗？哎，这个地方是这样，这地方挺大的，实际上我看着啊，这地方它有个吃，嗯，接上，粘上，你可以有个这叫吃，嗯，你如果再粘上的话，它这地方有个搬，哦，是吧？搬了再，我没看错吧？嗯，这个再一断，就出问题了。哦，呵呵，还有这种，所以这个地方现在隐藏的手段，有这个官子的话，差距就大了，局势彻底明朗化了。嗯，哎，那我当时就把这个挖掉，挖掉一个挖是你要有空挖，你是抢了这个呗？对，可以抢到上面。那有可能是一个挖。嗯，对。嗯，这白棋打黑棋，嗯，这个现在黑棋的胜率不只是个位数，个位数里边的还是最小是这一了，嗯，一点几，对，从胜率上看，虽然盘面的差距没有那么大，嗯，但是电脑来看的话，这棋是没有什么变数，是，嗯。这地方白棋跟着下吗？白棋好像没跟着下。不下，我是不是要？白棋打吃这下嘛，中间打吃一下，是吧？嗯。中间打吃。打这个，对。这个是应该接的，黑棋应该接。再打吃时就不能接了，这两个是不能。啊，哦，这两个又掉。嗯，
这个现在打吃，他应该是接。还没走。这白棋接下来就要立刻打掉吗？哪个打掉？这个这个不，留着。这就是一个四目的官子，不是就要打掉，你打不着，你觉得四目官子大的时候，你就想就着，走。对，这是个四目的官子。上面这个好像对，这个是很大。也可以想，对，就这蹦的冲了打吃了接上也挺大。这个还在，已经结束了这棋。白中盘胜。白棋打这是黑棋投子认父。这个就成为了本局最后一盘棋，最后一手。点清楚了。对，这棋确实那个一度的话黑棋的胜率还是提高领先的，就是。当中很焦灼，我觉得最后的关键是提了两个。之前呢是这里被提两个，这四个字被白棋提掉的话。这许家元本来不是许家元。对。这两个他都有机会走的。我们看到这个现场画面啊，这应该是实时的画面。对。他这个时候已经结束了。后边许家元后边站着的那个是 AI 的，就是工作人员，其实就是裁判。对，他是安检人员。他手上有那个金属探测器，对，就是我们过机场安检的时候那种一样。中国棋手在比赛的时候也有两位这个三个学院都有。对，也有工作人员在这边做检测。对。是的。那个许家元这个比较可惜啊，对，他自己那个刚才的状态看起来他自己也觉得比较可惜。是，那曹老，这盘棋您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好。其实我们边说，其实把这个本局胜负的理路已经说得挺清楚了。是啊。这盘棋许家元许家元总体的发挥还是很不错的。对。表现可圈可点。对，一度是取得了就是微路的优势。对，微路的优势。是。胜利也一直反反复复。比较可惜呗，就是这个地方的提两个，这个地方提两个跟这个地方提两个，黑的都没有把握住机会，就是反过来说就是被朴廷桓非常机敏的抓住了机会。两个地方，这两个这四个字被白棋提掉了，黑的就要输。有一处不被白棋提，还几个关键点吗？黑棋也走到了。对，其实这两个，假如黑的都不被白棋提的话，我是会投看好黑棋的，投黑棋的票。对，黑棋赢半目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盘棋朴廷桓也可以说是非常艰难。对，险胜。体现出他这些强大的地方，是胜负的关键处，还是把控的比较牢。对，那这盘棋结束之后呢，就是韩国还剩四位棋手，中国还剩四位棋手，日本还剩三位棋手。对，那第一阶段的比赛到此就结束了，第二阶段比赛呢将在11月份继续进行，到时候会由中国棋手上台攻擂，挑战朴廷桓。那我们也期待中国队在今后的第二阶段的比赛中能有更加出色的发挥，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天安围棋频道的赛事直播。那今天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